阿晨，你我，阿成，我们三个一一直在一起，忘记从小就很执拗。韩光君与我如兄如父，我的钱都是他交的。不应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好好护着江城，非要护着他，听到没有？他把未公子的金丹护住了，还给了你。对不起，哎呦，谢谢你。你可别忘了我呀。 这16年来，如果我说，我也不知道我身在何处。你信吗？